那个是什么？硬硬的跟软软的，你的身上哪一个地方可以摸到？哪一个可以摸？摸到哪一个？硬硬的跟软软的要用什么摸？手，手手可以摸到。啊，你要对线哦。这样对吗？你看一下，这样对吗？它的那个颜色没有接在一起，这样不对哦。再换一个，你换一个方向试试。这样有对吗？红红的啊，红红的衣服在这里吧。你看一看这样有没有红红？有吗？跟红红的对齐。你对对看。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哦。对，你看它这样才有接在一起。好。Okay。